是，明白吗？那个没事，你解释没事。这个两个人洗车很乱。留个酒费，留个酒费。酒费的，哦，这边管，肯定垫你这一边了。这边的话，左边的话，我靠，你真以为你不得了了是吧？左边一个墓碑，带走一切。哇，这墓碑强的皮包，我亏点血无所谓，我都不跟了，矿工不跟了。其实可以跟，但是我不跟了，我留点费。其实可以跟，我根本不跟，不跟我这天狗没烧出来，有点亏了。等对面下个彩气了。墓碑太强了，现在登陆弓箭手，继续来一波猎拳，准备一个溜匪，一定要手头上有溜匪，不然的话对面的三枪太克了。哦，对面一个皮卡，皮卡的话我这边挖一波，右边得卖血，左边的话大三吃药，漂亮，站第一。哇，你截我两个，但是老子还是有两个。啊，他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一个大电可以带走他，所以这现在先不着急了，准备打防守，进攻左边，下一个墓碑，防守防守防守。弓箭手陈迪，猎犬陈迪，我这一波的话，大殿看怎么样？玩一波，我操，兄弟，真以为这样老子垫不到你？我垫你三个，你服不服？一个箭雨带走一切，继续来乌龟，吃屎吧！我这个皮卡里吃屎，完全封不住，秒杀，来，亡灵，给压力，这边炮攻，我这阵容，这阵容，有一个大电带走，无所谓，有点变态。十一连，十一连，十胜，十胜，才十胜，哇，可以啊，四连胜是吧？这不胖有点跟我说出来，不胖不胖了，对吧？不太好打，虽然我四连胜，但是不太好打，没有矿工，有矿工我就不局了，这个号。哎，这个的话卖血，这边的话直接来一波进攻，有矿工我就无敌了，无敌啊，是吗？无敌，无敌是吧？行，我想想为什么他好打来卡。矿工确实还比较十一个比较强，比较强。这号没有矿工了，这号我有点烦。放这毒号，这个号看运气，看缘分吧。毒号说实话是我的三线卡组，三线卡组。不知道对面有什么解空的。哦，我操，他这一波，你这一波让我很尴尬啊！我这矿工，别下，别下，别下。失误失误失误，手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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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手滑手滑，没办法。继续沉底一个熔岩，这边再来个墓碑。我这一波你还能守得住，我他妈放弃这个游戏。大上你准备下来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中奖有六费，大三一秒杀，快点！我的猎犬，我的猎犬，妈了个鸡！我操！我操，好亏啊这一波，这波打的都相当亏，能不能摸死？能不能摸死？偏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点亏有点亏，我想要对面，秒掉，可以接受可以接受，刺一下刺一下。天狗飞，我操！又，继续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
有点胀，有点胀，洗手不太好。是了是了，这一波这一波的话，拦不住，打不过去了。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可以。老子可是有发电的，真的。我操，这你干嘛还闪我？好快啊！我这一盘必胜的，必胜，是我是我是。给他大苍蝇，刚好刚好他手。GG。Oh my god， 好亏啊！哇，刚才应该把剑雨保留在那个天狗之后面，不然太亏了。他妈的，气死我！过张牌，中奖是，卖点血没关系。对面要防这波，如果不防的话，这个血量估计掉的比我还多。好，冰淇淋。对面是卡组的话，好，赶紧挖一波，准备一个大电。我对面应该是没费了，漂亮，直接白吃了。沉底一波。哇，他这一波他绝对输了，这一波防不可能防住，墓碑沉底。我操，你他妈的，劈不死你。还好走得慢，还好走得慢。准备一个骷髅海，骷髅墓碑，十费再下，十费再下，六费再下，六费，现在就可以下，给对面一波压力。重甲，重甲可以跟上。哎，对面下皮卡，死期，死期到了，冰冻没用。拍，继续拍，再来拍，拍不死这个。这个皮卡还是有点弱，有点弱。不过他这个阵容的话还是比较被我克的。继续玩一波。这边天狗继续给压力，左边可以卖血。如果他下矿工的话，我就下个 AC。如果他没下矿工，直接卖血。他下矿工，他下不了三枪。我准备跟一个 AC， 对面有个苍蝇，漂亮，直接抓到。准备大电！妈的，你还想跟我玩？跟我比手速？你还太年轻了！准备一个亡灵，哇，刚好给他装枪火，没关系。好了，直接一波爆炸，赢了。手上留一个闪电就行了。陈迪，十五秒。抓住，一个剑鱼带走三星。什么呀？大电特别爽，看到对面，反正这个大电怎么算呢？这个大电要留六，一定这个天狗住的时候一定要留住六费来准备，不管对面有没有三枪，准备一个天狗在手上，绝对没错。继续，什么？我的一星就是三星，我的三星就是六星。继续，这个开局的话不太好。接一个大电，几连？几连？六连六连，小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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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的话打一下防守，防守赚了费之后再反击。哦，对面下一个小炮，那我这一波的话，我这一波可以卖血，卖血没关系。来个中甲，中甲接小炮，准备一个剑雨，捡到苍蝇。
这一波就完事。OK， 拍两个，还能拍到中奖，漂亮。跟一个墓碑，对面应该是不会有大苍蝇。哦，这一波的话，他应该是不出意外，他应该是输了。哇，为什么是我这个？刮一波。他这卡组的话，刚才可能有波失误，六级，多少连？输了一盘，输了一盘，哇，这天狗，太狗球了，太狗球，狗球好球，哦，直接应该是中奖王林，中奖王林的话，他这个号没中奖王林，没中奖王林，几级？六级，六级的游泳，我就用六级，六级我不太喜欢，没买游泳过正的，我正的全部正的，先准备一个大垫。把所有东西不太好找，不太好找，这独创有点直接垫，这个皮卡行不行？不考虑。墓碑的话，黄色胖子还是轻松加愉悦。大吉双王，大吉双王。第二轮墓碑，先你是第二轮还是什么？我操，好好的，你给我墓碑，我操！这样玩就没意思了，有点亏，有点亏。第二轮，我刚11胜，好亏啊！感觉炸！我现在这个毒矿是我三线卡组，这波应该是赚了一点费，赚点费的话，打左边，这盘应该输不了，这盘输了我不玩这游戏。下一个墓碑，等到六费，好，我都中奖，等到九费，最他妈多的中奖王林，哎，我这一波的话。兄弟，那我不客气了，我直接垫掉，没什么好说。左边走，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，我他妈！还好这骑士少，还好骑士少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，还不错不错，没死没死就是，哎，对面这一波是没有。过去，快点，漂亮！这一波他是没有毒药，但他有闪电，这个闪电还是让我挺难防、挺难打、挺难打。对面应该会进选择进攻，
我这一波还想采气，52秒是采气现场的名师，看他怎么来守这个小炮怎么放。这一波的话，我直接可以直接垫小炮了，没所谓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一个极其恐怖的位置，这样是吧？没意义啊，兄弟，垫掉。打我个残血塔，其实我都可以不用守他。再来一只天狗，你怕不怕？准备一个大电，直接带走一切。哎，我兄弟听我话。哎，兄弟们听我话，十过来，继续中奖，带走，继续。大电，虚空闪电。啊，你要听我话吗？放下音乐吧。可以。我你那个都行。不用，我边打边放，你这小看我的一心二能力吗？来，继续。YJ 回来了。没有，我也是很强的。一刀。中奖。乌龟，扛住，扛住。哇，完美扛住，完美，完美扛住，最后一刀可以接受。我这波反击，你防不防？如果你不防，漂亮。这波兵法下了，兵法下了的话。看一下兵法 ，music 走起 ，AC 给压力，哎，女武神，这一波的话，黄连大军沉底，有点卡手，有点卡手，不过无所谓，哎，先来个毒药是吧？这波的话，矿工解开，哇，兄弟。你这样有点，我没天狗，给你嚣张了一回啊！没天狗，没天狗，他这个阵容应该是赢我的成功率只有10%。哇，我这卡序有点差，卡序有点差，这波跟一个墓碑。有毒啊！对吧？打不过，打不过！我这套路，妈的有点扣。我当我进攻，我想一下，只有有一个大殿才能进攻，否则的话应该是进攻不过去。这个大殿把那个地狱塔给秒掉，不过我的费用是有点跟不上。现在我的卡序还不错，这一波的话卡序还不错，准备一波进攻。这波六塔可以直接卖掉。对面没有小闪，这波我准备一个亡灵跟上，地狱塔直接一个大殿带走。我兄弟，我这飞狗打不动你啊！没意思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垃圾游戏我天狗打不动他。天吧，哦，有点坑。逼进攻，啊，这一波，我觉得这一盘机会非常小。Oh my god！ 哎，这是一个机会，玩一波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唯一的机会，漂亮，继续，冷静。漂亮，继续，乌龟，唯一的机会，兄弟，唯一的机会。预判不到，没预判到，继续。好，继续来个龙卷拳。我输了，我操！龙你妈，我输了。八胜打成，一胜一负。八胜打成，一胜一负。
给力兄弟，给力了不？今天是我们一较高下。没有，我刚才试一试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不错。哎，我这个地狱塔的话，还是有点克我。我想要怎么打的地狱塔？我在用我的三线卡组中，我在用我的三线卡组。送王子，只能这样，赚两块就够。来，继续。哇，一胜一负。这塔组开始有点难打，因为昨天推广的太猛，地塔特别多。哎，不错，撞到一个胖子。他胖子的话，后面是肯定跟东西，后面一跟东西的话，那太少了。别毒药，兄弟。哇，这什么卡组？怎么有点像？感觉我还是略强一筹。哎，对面逼出一个剑雨，漂亮。这个剑雨的话是没什么意义啊，我下一个财气，别玩矿工。那这一局的话应该比较稳。对面一个重甲，两个 AC， 一个大殿全部解掉。对面这波亏五费，来一波进攻，他输了。墓碑的话拉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的胖子肯定过来，这个位置就过来，这个位置能过来，两边的胖子能拉。这个位置，那我拉这里。手上一定要留够。二小错。哎，一个剑雨。手速，手速，手速。哇，这个剑雨太漂亮。这波直接打消耗就行了。我们现在慢慢打消耗。继续一个财气，给对面巨大压力。再来一波进攻，这一波进攻他绝对防不住，还防得住那就没天理了。天理难容，难容。继续，墓碑，墓碑的话尽量往后，墓碑的话是三十秒，所以哇，这一波是，大殿的话，待会可以直接把他这个绿巨人给劈掉，来一波进攻，直接上，对面有剑雨，第一个剑雨出来，弓箭手往后面，哎，对面是。放弃，这边放弃，我还没放弃，继续来个天狗，墓碑跟上，双墓碑，满屏幕都是我的兵，要的就是这种快感。继续 ，AC 跟上，全屏都是我的兵，我操，超爽，一个大殿的，两声。极限安排，快要输了。我把我的声音关了。你还有那个，你开一下那个，开一下，把音乐。不要你啊，你音乐开了，你可以关，你开声音，开声音，你关声音，你开声音。你在那边，我接到了。不是，我没开声音，我没开声音。我没开声音。对，我没开。你没开啊？那我开。你声音不大，有点大。我一格。可以。你毒炮打了？啊。这么晚？什么毒炮？正统毒炮？没有，这冰淇淋标准毒炮。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神器，有人跟我说几胜还是看实力啊，这个卡组的守卫还是看实力。哎，这波应该又是个毒炮，怎么又是天狗？错了，天狗。嗯，看来要输了。我赌球，我日你妈！我思考，我思考。来，来，一个剑雨带走。哎，刚好，漂亮！我他妈还想再躲，别想偷吃，继续。哎，对面的费用应该是下了很多。我又刷一波，他刷第二个 AC 出来，费用应该是下了特别多。这一波的话，我再打一波天狗的进攻，他防不住。
你这样好意思吗？放心，不熟。妈了个逼的，跟我玩！他妈这房子住是不是？你房租我不玩这游戏了。他亏太多费也还不住，这一波他炸了。他没有必要这样打，他这样打的话也是输。继续成一波骗子，我费用优势太大。乌龟的话我放这边，打不过。他火箭兵还没出来，应该刚刚 AC， 我中奖拍掉。我竟然想偷袭我，继续进攻，继续来个中出天狗，带走一些。乌龟继续夺起。优势太大，对面没有机会。一个电梯带走，继续中奖。我这一波的话，给对面压力太大，继续跟上 AC。拍一下，继续。我这个骷髅兵，有点强。狗球这个花完全没发展，完全没发展。你是打狗球是吗？他是狗球、啊、我两盘全部输给狗球。那没办法，没事。没有，你可以换一个，你可以带个冰箱。这个号八胜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把冰淇淋换成那个冰法，不换成中奖六级中奖。不中奖现在伤害巨高。但是六级我很不爽，我强迫症。没有，我就是六级啊。我强迫症，我有强迫症，你没有？我有强迫症。我跟你有强迫症。因为六级的话，怎么说？一下秒过来一个苍蝇，一下能秒苍蝇，而且可以秒。而且对面的中奖吃你就很方便。继续，哇，这一波开局的基本上是一个完美的开局。我估计他九杠三差不多了，完美开局，神奇开局。还有个大殿，而且防守最强的墓碑。我下面是头发。哎，兄弟，不好意思。我服。哎，我的皮卡。可以接受。我他妈不亏。我不知道他什么阵容。哎，我刚才那个，但我其实知道有可能垫不到的，但是我就是想垫，没办法，任性。这一波我还是打你这边，我打这边，老实一点。对面一个锅炉的话，我一样是一个大电加一个把火把给干掉。你不给我电，我就跟上中奖，你要把你吃。我操，这人有问题啊。没事，我这大电还是要留好，把大电留好。你他妈的！叫你死你还是得死。把墓碑的话应该是可以把黄毛给守得死死的。继续一波进攻，不用理他，他下采集器就是你的棋，55秒采集器绝对没有任何用处。继续跟一个中奖，对面有火球，放东西一定要细节一点。对面也看出了他是不可能攻过来。好，我继续这边放个 AC。大殿带走，继续一波天狗给压力。我这天狗下得有点问题，我太着急。不过还行，他应该是死了。一拍，继续 AC 解掉一切，扔上一个墓碑，防守。
这样子不错，一个大剑带走一线。十胜，赌炮十胜。正常。而且连输两盘狗球，没狗球我12胜，无敌。哇，强强强！继续。哎，准备卡。啊，你看一放歌就可。歌有多，音乐有多，BGM有多，一放歌就可。不会，还行。什么叫还行，兄弟？那关了我。把歌关了吧，不要听歌，安静的，安静一点，安静。安静一点，很舒服。一关歌，我考立马就好。那氛围，原来就是歌的问题。这种氛围很舒服。来这边一个毒药，漂亮。那这一波我狗加一个苍蝇过去，有没有毒药？治本都没有。啊，下一只天狗，毒我没用。好，这边一个墓碑。墓碑的话，我想想，我准备大殿把它解掉。漂亮，这一波的话直接带走。苍蝇把这个解掉。对面是没有毒药的，没有毒药这一波的话，我为所欲为，一个剑鱼。别，漂亮，继续。开局就直接打爆，哇，非常的爽。我现在应该是优势还是比较大。对面有兵法小炮加上那个公主，对面感觉有点像，不知道有点像三枪，我目标还是下枪。好，接下来大殿消耗一下他就行，完全无所谓。中甲亡灵和他们傻逼一样的，喂，你倒是专心一点啊，别左左右右的走。我这一波有个彩气的优势，这波沉底，对面应该是绝对守不住。好，一个剑鱼带走，有一拍。我这个六级七级又有一拍。继续来一个墓碑，准备一个大殿，这边跟一个弓箭在这里把它解掉。这边继续来个天狗，这边的话他应该是直接爆炸，防不住了，除非强行加个毒药。给你守一下又如何？天机，我操，我找不到，剑鱼秒掉，GG13滴血，11胜啊。